有希望哦。洋洋挖到钻石，是。谁挖到钻？洋洋洋洋洋，这是他的战略，还有战略。前后蹭就有了，那可能召唤棒棒糖之神吧。把煤炭磨成钻。哎呦，扣耶布拉格也有。哇，洋洋看错，你靠太近了。你靠那么近，你很清楚的吗？感觉他直接做钻装了。开始哦，哇！感觉他活下去了，胸甲棒棒糖，棒棒糖。说不定他真的会变成战神啊！一开始就挖了。哦，这里有黄金，黄金，还是算多。哇塞，这要挖好久、哦。你们那个隐约他们要往上挖，他们刚好挖到高山。他们挖到黄金还要堵起来？嗯，没有苹果啊，有够久。这是爬山呢。爬山，身上没有苹果，黄金堵起来看得不。我来，我们苹果还很多啊，看不懂他们的回首，感觉应该有蠢鱼，可是没听到声音。啊！近呢，泱泱再往前就会遇到他们，觉得泱泱就会被他们灭掉了。小雨也有可能遇到灰队啊。嗯嗯，可是小雨的位置不可能往灰队这边挖、啊。小雨会啊，小雨有可能、啊，因为小雨在边界外啊。嗯，他就可能往界内就会遇到。他现在在玩水，你看他在玩水。对，我觉得他应该是看到了吧。刚刚也在往那里哦，灰队要被夹了。被夹也不用他们两个人。哪有？欸、他们还没看我、哎，他们已经钻石已经够了。小雨怎么忘了？动头了！哎呦，小雨要来哦！小雨要来了！想打架？哇！他找到了吗？他想打架，想打想打！哇、哦！直接挖，直接挖！打啦！你在跟你开玩笑啊？在挖吗？他只是在挖煤炭嘛？结果他只是挖煤炭而已啊！他想要碳啊！对啊，没有打架，还有那个铁帽，原来是火把用光啊！不是，哎呦！你看他煤炭挖一挖，旁边有铁帽子，可以挖出铁帽子哦。那煤那原本就有了，那在很久了，我刚刚看到他很久了。是他们放的陷阱吗？陷阱，有人在蹲蹲呢。他想要示好啊，想要那个吧。小雨哥不要理他们，小雨不要跟他开玩笑的，他只是挖煤炭而已，完全没完全不鸟他、啊。可是他身上满了吸不起来，等于自己在挖煤炭，在挖挖经验、啊，他是经验吧？他要经验呐、啊，他附魔。哎呦，又往这里挖喽！又往这里挖喽、哦！小雨，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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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这个都有刀法，清清楚楚。他是不是觉得杀？哇哇哇哇哇！挖钻呢？挖钻呢？钻石！还吸不起来？钻石还吸不起来？挖通了，挖通了，挖通了！好像要冲了！哎哎哎！结盟了！这个头王，结盟了，结盟了，结盟了！什么时候的？是用私讯啊？什么时候的？私讯吧。私讯啊？对啊，妹子直接同盟啊！用密语吧。那要不要叫远方的妹子也同盟啊？女子帮过来了。哎呦，杨也在过来，杨也在过来，不是吧？哇！女生同盟啊？剧情？女子同盟啊？他又问到了那个。皮卡要过来了，小雨直接把复活台放出来，就这个复活台叫演员叛变啊！洋洋跑掉了，不要怕了。洋洋，我觉得他没有讲好、欸，没有讲到。洋洋，我还记得想要鼓鼓一下，他有鱼骨了。洋洋，洋你到底在干嘛？哇，大概一千多了哎、欸。洋洋会不会成为鱼骨王啊？很有可能，他应该是了，他是了啊，他盯这么多的，哎呦呦，附魔台放出来了，哇，快点啊，我是你就从后面捅一刀了，我是你就用岩浆了，早就挖掉了，所以你是男人，他们是女人，太好了，我是男人，小雨一直放了，然后又收了，所以他没有想要给他们用，哎，我觉得是哦，我们可以同盟，但你不能用附魔台。各位，先来那个红队这边，哎，是红队，红队这边三打三的，三打三的。哦，他们刚刚周旋很久，我在观察。地表都是男的，地底都是女的。我那还是去看地底的好了。他们刚刚一直在那边互看，都一下要打，一下不打了。我赌上面会活一个远洋，然后他就跟他们同盟了。哎呀，这还不错，这还不错。哎呀，我没有。感谢订阅，走掉了，哎，不打，男生打女生，
可恶，羞羞脸，被骗了。对啊，有狗狗。等一下，泱泱是那个吗？都站原地思考人。他应该会怕吧？哎、他应该在棒棒糖吧？哎呦，绿队想打，我叫他们想打。绿队想要哦，绿队想打哦，绿队想打。远远想要让两个队友死掉，死掉没关系。对对对对对，可以同盟。啊啊，又回去了。然后是什么？上下回去了。打完了，全部结盟。圆圆的企图被发现。可是你们有父母啊，绿队。哎呀，有父母、欸。等一下，泱泱自己往上了、欸，他不想要跟他们结盟哦，单飞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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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比较好，单飞比较好，单飞不解散，单飞不解散。嗯，单飞才有棒棒糖。现在都是三人团体啊，不想成为四人团了。嗯，走了。哇，泱泱好绿，好好赚哦！那这样泱泱可以去找秋风他们啊。三打三打三，秋风他们跑哪里去了、啊？他们在高山上看着另外两个。高山上，我在看另外两个。制高点，制高点，他们很惨的、欸，从、啊、头到尾都两个。嗯。秋风还做小雨一直把那个附魔台藏起来。对啊，他在旁边还在弄，他在弄那个二阶装啦。有两个舞台，哎、嗯，别说附魔了，自己做了，自己做了，自己做了。哦，然后小雨就直接挖掉他们的，等等开，哇！会不会突然间等一下，这里原本和平，然后突然就打起来？非常之有可能，有可能、哦。勾心斗角吗？女人对、啊、女生都这样子，有没有？这样才好看啊，请问这三个女人之中还有几个小圈圈？赶快打起来啊！他们的小圈圈就是排挤你啊，可以不啦？都讨厌你！哎，不要这样嘛！上面都不打、欸，他在附魔，都是保持一个距离啊，一副很想打又不是很想打。嗯，好吧，还在等那个吧，收缩。嗯。然后这不是苹果啊！现在场上只有泱泱不知道他在干嘛而已。哎，泱泱为什么不动作啦？嗯，哎，难道又放弃了吗？他觉得没有单飞好累哦。他在找棒棒糖。没有。哦，原来是棒棒糖。他们现在开始钓鱼啦！他往上挖一挖，然后又把自己都堵起来。他们现在是当生存游戏在玩吗？这就是生存啊，就是生存，就是生存。对啊，只是不回血而已啊。他有他的计划，只是生存。假装钓鱼，然后之后背后捅他一刀嘛。一直在看小雨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绿队动作咯，风起来哦。没有。他们一直在偶尔看一下小雨在干嘛。地表在打战，然后地底在点到八点档那样子。等下突然左下角都跑出了勾心斗角，是真的打起来的话，你弄我就弄你，怕他们还是会时不时看一下小雨有没有会突然打过来。哎呦，泱泱，哎呦，泱泱又鱼骨了，他到底要几次鱼骨啊？第三次还是第四次了？他是不是想要拿一个名次啊，鱼骨王之类的？哎、欸，他没办法，他从我们一开始的那个哎、欸、上面哦没有过来这里，鱼骨王才有棒棒糖，慢慢挖过来。他们现在连公牌都挖不掉啊。啊，泽平不是很怕吗？为什么泽平那么淡定？对啊，对啊，泽平，泽平怎么不怕了？他可能画面的吗？他可能已经训练到对眼前都是猫。他把我材质换掉就好了。对啊，可能他可能换掉了吧。变成猫。有了，鱼骨结束了，泱泱走了。上面看到彼此了吧？嗯、对、啊，看到发光都看得到了。对啊，看到下面也太轻松了吧？下面是三个人，勾心斗角啊！泱泱的位置真的很霸气，对，上面太高了，要上不上，要下不下的。关于声音，他们还是会警戒。嗯，对啊，下面其实好勾心斗角，他们不是真正的同盟，就不是对啊，讲什么八点档啊。两个都盯着小雨屁股，但是我们只是不互打，但是东西我的东西是我的，然后就开始钓鱼了，表面和平钓鱼啦，和平钓鱼其实没有钓鱼，三结义了吗？其实都是假的，然后心里在想着我哦，
等下掉到附魔的东西，我就直接跟你抢了。被另外两我跟你讲，我等下直接跳到那个水池里面，都是我的。会很会掉到附魔是马上冲下去，干嘛？还会打，还会拉杆是不是？哇！哎、欸，真的被吸走，被吸走了。气走了，我要打起来了！气走了，气走了，打起来！东西被拿走了，我拿你的书，来这里有河豚，你刚刚是不是河豚？给你河豚，你还天才哥！哇，弄不掉了！又回来了！哎呦！哇！打起来啊！打起来呀、啊！人心海底针啊！原来他们还是不时看一下小雨，打起来啊！我在注意你注意一点、哦。然后，哎，上面绿队、嗯、一直在挖空啊，没有，挖空。因为这一层是那个啊，安全的层啊。哦，这一层是吗？对，哦、因为我刚就在想、哦，他们一定是必要下来，是不是？对，所以他们现在挖空这一区，哦、提早下来。有红那个红队发现了，哎呦，两个打起来喽，要打了，终于要、哦。狗狗，然后他弄水下来，不，原要射狗。有想射狗啊！对，那有弓箭啊？有谁？没什么特啊，但是有人跑掉了，有人跑掉在干嘛？他想单飞，他可能跑，他可能、那個、啊，他想把狗拉走啦，他在遛狗啦，看你在遛狗在哪里？好近啊，这么近才看得到。我才知道你在狂在狂，对啊，他们要不要打呀？他们在蹲，应该不是在想捅吧？不下去的话，时间到就惨了。你们要捅捅打谁啊，峰哥吗？对啊，你们捅捅打谁？对面红紫色的，紫色还差好远哦，只能打洋洋的啦，真是只能打洋洋的。下来了，慢慢远方看也在蹲，对啊，你在蹲在干嘛了？在干嘛？在干嘛？究竟这个月曲系有几个小圈圈呢？究竟泱泱怎么上来呢？比较稳呢，还是女人的同盟比较稳呢？是稳的十二个人，那小雨会有点怕呢。小雨现在问着他们下面河豚跟牛排各种食物。我、绿宝石，小雨四颗绿宝石 ，Q 出来了。他们在干嘛？捡呢？他们在什么睡衣派对啊、哦？这可能是个小圈圈，可能十二个吧，我想，好多，有啦，下来了啦，终于要下来。除了泱泱，剩下的都是一个小团体。对呀、啊，单飞啊，钻石女孩、欸。不会，我男生的友情比较脆弱，因为敦敦一直举着弓。真的，一直接近紫队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有哎、欸，红跟紫，哎呦。红跟紫应该是真的要同了啦，感觉、啊。他们派法师当代表过来，嗯、外交官，外交官。哇，完了，楼下的友情没了。楼下友情，红色这么多狗。对啊，哦、你要跟绿队同吧？因为绿队有那个、啊、有女孩在啊。对啊，有女孩啊，对啦，峰哥说要，峰、哦、哥说要留情一点啊。嗯，那就把那个。是谁？闪闪？啊？闪死了！他是演员，他是演员呐、啊。那个下来了，男的做掉就可以、那個。要打架了！哎呦，会打了，会打了，要打了！他为什么有人是掉？他被钓竿吓到了，他要掉人！哎呦，他想钓竿，快举盾！他在钓男人。他在钓男人，很危险啊！公然钓男人啊，居然敢钓我的法师！哦，他亮给气了，亮给气了，亮给气了！哎呦！法师跑了，法师揍他，揍他！哎呦，哎呦，走了，哎呦，想烧？哎呦，还在那，哲平收走而已。想烧、哦？法师可以啊，你不可以被钓。走了啦！你是屌的啊！好久都还没开哦。对啊，桥下有摇啊，不要这么容易被钓啊！下面还在钓鱼。法师，秋风是要来不来的，在那边看。对啊，看戏，还在看戏，还在看戏，不关我们的事、啊。他们现在打算挖地道，他们打算下去了。哎呦，挖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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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很想冲哦，冲了啦！很想打、欸，原哇塞，原来一直想要弄法师。他那个恢复头动作是想问路。哦，我很熟，走他、啊，熟门熟路哦。一个挖掉了，没有啊，
应该也看到那个吧，和平拿弓。他们狗是谁养的啊？汪汪，那个汪汪，汪汪养的吧？狗养狗，狗养狗。对，弓箭我都不是啊。哎呦，要左边在秒，左边在秒吧？他在秒吧？他左边钓竿的。哎，有人钓，有人钓，法师不能被钓走啊！又想钓，又想钓，把手撑住啊！火焰钓竿，然后把它钓下来。他再挖一个。哎，打他啊！哈哈哈！下面那六合兵发展没什么看头。哦，欲擒故纵在谈恋爱哦。真的暧昧期呀，我们法师。跑掉了，跑走了啦，跑掉了，跑掉了，跑掉了，分手了啦，分手了啦。我不能辜负瑶。我要从其他地方下去，从其他地方下去。哦，这么远下去，对，哎好。挖旁边，紫队来了，紫队也来了，往下挖了。哎呦，别挖到中心点是在绿队那。嗯，绿队那边是最中心。怎么突然冒出一只羊驼啊？一直都在啊，一直都在啊。是啊，嗯，